现在那间室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ny。 自从2019冠状病毒在本地爆发后， Google 以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就出现了口罩以及消毒液等，可以看得出大家都非常关心哦，如何购买这些产品。那大家都是去哪里购买口罩的呢？那个超市批发的公告说，使用口罩和消毒液来维持个人卫生虽然是非常重要，可是也要切记不要大量的去购买来囤积。